挖机不好好学啊，再让你拔一下萝卜，我们就看一下了啊。我看什么？你拔人家萝卜就给人家拔成这个样子啊？还给人家拔断了，把它挖起来，挖起来。难怪挖，你就用手挖呀，怎么挖？就两颗萝卜，你都要拔人家的，你直接拿着那个大的头头。 不用挖机，你就用手拔，手拔。你看嘛，这个挖机不好好学，就在这里拔人家萝卜丝。两个萝卜，你能不能拔起来嘛？它肯定不行啊！天啊，这么大一个，你能吃啊？真的是，你吃不完，我闭着眼睛给你焊着，真的是。你能拔起来吗？ 你看，拔呀！我别说，你赶快！干嘛不说？这两个萝卜他要逃离市场，那个路，他刚才直接让你拔，拔断了。感谢记忆，感谢记忆。感谢记忆告诉我一个秘诀，记住这个。我要，不要。为什么？下面草草的一个，下面这个。哎呀，给俩萝卜，下面那个。哎，你下面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你拔呀，我给你拔，下面那个。把，你到底行不行？你不行，你让我来，你拿着手机，让我来。啊！你再重复一下你说的话。你说我想捡你的便宜。好，你省，你省，你省。哎呀，说我捡你便宜，我不捡你便宜啊。哦，给人家拔断了。好，就一个就行了，留一个在那里。你两个都给人家拔掉啊！你这个人太坏了。使劲！ 来拔，我看到你松了，直接拔，好，用劲来，好，让他来学挖机，他来这里拔人家萝卜吃，哎呀，这个人。